咱今日讲到这个试探的问题吼，咱甲上帝祈祷讲啊，阮伫天里的爸，愿你的名圣，你的国临到，你的旨意伫遮，伫天里，真就伫天里。过来讲，阮的日子今日，阮下面阮的购物，真像阮了下面过阮的人。到这为止，大概台语的翻译甲华语的翻译拢差不多同款，总是结果就无同。咱北京话翻译想想。唔好让阮拄到试探，是不叫我们遇见试探，都是台语唔是安尼话的。台语话就安那，唔通带阮入地去。所以拄到甲入去，我想遮多小可有出入。啊，今日我要甲这讲哦清楚吼。啊，这只鸟啊，讲唔好让我去食到金鱼。这对鸟来讲是真大的试探吼。啊。介绍这个导航会 Navigators 啊，导航会是一个啊，一千年中间啊，宣扬基督的一个机体吼，啊，用这个船啊，的这个啊，这个很多路吼，来讲一讲吼，用基督做中心，用基督甲上帝三连，用圣经定根，圣经内面彼此有好的团结，对外好的见证，安尼就是一个好的基督徒的一个。顺服的生活，这是导航会的一个伊的宗旨，是安尼吼，用这张图，啊，又出一个杂志，叫做《门徒杂志》，EJ 吼，《Discipleship Journal》啊，上月刊，1992年的时啊，因有人问讲，你所拄到的试探，什么上济？啊，去做这个叫做民调吼，试探的民调，啊，做出来是安尼啦吼，第一个就是物质，就是想要，想要摕到这物件。物质是第一名吼，第二是骄傲，第三是自私，第四是贫端，第五是苦毒，啊，色情甲苦毒平票，所以两个五吼。第七嫉妒，第八妖怪，第九欺骗，啊，这是伊甲足侪人问了后统计出来，就是讲，你感觉你拄到的试探上侪是倒一类，啊，这排出来安尼吼。爱问讲，什么情形？你较会陷入去试探，就是讲你会跋倒。第一，就是甲上帝关系无好，无灵修啦吼，甲上帝无好的关系81%。第二，就是伤忝，忝就较容易出错吼，较容易出代。过来，什么情形会帮忙你无陷入去试探，赢过迄个试探？上侪84%，就是我的祈祷的生活。我若迫切祈祷，可能就较有机会赢过试探。过来就是讲，我若无法度，我就想，我看迄个所在可能会试探，我就卖其他就好啊吼。这76%。第三就是上帝话放伫我的心内，可能我就较有机会赢过试探。第四叫做责性关系，叫 accountability 吼。我若有一个好朋友，我两个常常咧问讲，啊你顶礼拜安那，你顶礼拜安那是，安尼较会提醒我家己，较会注意我的生活，就较袂入去试探内底。这是啊导航会吼，那边个就是因。1992年所做的研究吼，试探到底好啊唔好？啊，试探是什么物件？啊，甲试炼有啥物关系？古早有一个人叫做约伯，啊，伊生活嘛足好，做人嘛足好，圣经讲伊完全正直，远离歹代，上帝祝福祝福，啥物拢真好，啊，上帝就对约伯的真。啊，真有信心哦！阮约伯你看多好安尼哦，结果魔鬼就无满意吼。魔鬼讲，你对伊遐好，当然伊嘛好吼。啊，无咱来个试验看卖安尼吼，看到遐样样遐尼好安尼吼。所以魔鬼甲上帝对约伯的观点有无同？尾啊，上帝同意，讲好。我感觉约伯是会抗拒试验，所以因就要甲约伯试验。魔鬼试验的目的，讲你家己拢毁掉，伊就会破坏。你跟他的关系，他就会放上你，所以你就不说约伯多好。所以魔鬼的目标是这样，上帝的目标是说，我知道他所走的路，我知道我如果给他练了后，他会比金的金更漂亮。所以同样约伯红所遇到的一个试验，是魔鬼跟上帝都同意，总是魔鬼跟上帝心里想的是不相，一个是要让他经过试验了更好，一个是看把试验了他的头去也怎来破散？啊，那对魔鬼来讲，啊对，啊约伯怎啊变啊一起惨的安尼吼？啊，到底伊是倒去，啊还是试验了，搁较
佫较精吼。咱来看雅各书第一章十二节，啊，即段圣经咱中文看，叫讲忍受试探的人有福气，经过试验了后，中文则写试验则是，这是两字无共款的字，啊，总是写伫敢若共一项代志顶头吼。啊，即、这个试探，伊的希腊文是 perasmos， 英语叫 tempt。我想反正试探对吼，因有人看伊做歹，啊，这就是即个 tempt 吼，即 perasmos。总是后壁即个试验，我才讲个试验。啊，这字字咧，伊的希腊文是 dokimion， 所以你要看两字足无共款，完全两字。即 dokimion 咧，伊的意思是 trial。trial 我感觉是试炼，反正试炼佫较有意思吼。你咧练练金嘛吼，目的是要甲愈练愈愈顺呐，愈练愈好，诶，即个意思吼。所以 trial 有要甲伊啊进步的意思，啊，这是要互伊看伊会跋倒未吼。啊，这两个是无共字，总是一个字只。所以我想即个试验是较中性，所以我要甲改翻译吼，我即个试验应该翻作试炼啦，吼，反正试炼。中文咧写的是吼，即里啊。读起名用甲即个 Perasmos 吼，伫中文咧翻的是我讲好啊，本哦翻了无一致，也咪试探，也咪试验，也咪试炼吼，敢若无足一致吼。比如讲彼得，彼得前书一章六十七节，伊将来讲，如今伫百般的试炼中，即、这个试炼敢若是 trial， 敢若是读起名，事实伊的希腊文是 Perasmos 吼 ，Perasmos。所以伊这翻了唔对，这个应该是试探。哦，如今伫百般的试探中忧愁，恁的信心经过试验，这应该是这个Dokimion，哦，所以是试炼。哦，所以也嘛是同款，这个试炼啊是用这字，所以应该改做试探，安尼才对。啊，后边这个试验是用这字，我想法改做试炼。所以我句话讲，咱所拄到的这个代志，魔鬼就是要让你倒，哎，就叫做试探。上帝是要让你用，那就叫做试炼。事实是对咱来讲是同一项代志，了解我意思无？所以一个试验有两个面，要让你倒的，那就是试探；要让你用的，那就是试炼。所以看你安那，你若用起来，你就是行伫上帝一边；你若倒落去，你就是叫魔鬼在行啦。吼，魔鬼就不忙你倒。吼，啊，这里 tem 啊，这里 erasmus 伊的动词叫做 erasmus。Erasmus 在咱今啊在讲耶稣基督啊受洗了后圣灵出来伫旷野，就是 Erasmus， 就是魔鬼想要看耶稣的倒吼，有圣神带到旷野受魔鬼的试探，就是这个 Erasmus 这个动词吼。Erasmus 是啥物意思咧 ？Erasmus 就是吼用台啊要台吼，撒旦要得到恁台恁，敢那台袂啊，所以这是用台啊。好，啊，这里咧，这个 document 吼 ，document 伊个动词是 documento 吼，这 documento 就是用火要甲炼哦，炼哦好，这 document 吼，萨加利亚伊只讲熬炼，敢那炼金啊，试炼敢那试炼金啊，是要让伊愈来愈好的意思。这唔是用台啊，这是用畚箕啊。耶稣基督用畚箕啊，要甲麦啊收伫切庄，要甲粗坑。用火烧，你知影畚箕啊、甲台啊无共伫倒无？拢用竹啊做对无？竹米啊做，你若做死人哦。畚箕啊无木，台啊有木，安尼讲对无？拢米台方吼，台啊有空啦，台啊伊嘛是一个圆圆的吼，拢是有空。啊，伊个空摇，就是有裂的就落落去，你知无？啊，空壳的会留伫顶头。啊，畚箕啊无空，畚箕啊是安那？伊家迄个物件吼，黑起来了后，风吹了后。十八个会留伫畚箕内底，空个会有风吹去外口。你知影伊多倒变无？台啊是甲好个抬落下骹，歹个留伫台啊内。畚箕啊是甲歹个用掉，好个留伫畚箕啊内。所以咱会使讲，魔鬼试探是用台啊，吼、哦，要甲恁台啊看好个落来去上好啊，吼、哦，互恁拢勃勃倒安尼吼。啊，耶稣基督甲咱试炼是用畚箕啊，用用台啊，是要甲咱个歹个风吹吹掉，剩个是好个吼、哦。所以这。台亚甲畚箕啊，就是一个是试探，啊一个是试炼啦吼。好，咱来讲一句吼 ，Let us not into temptation。这个英语翻译足对，就是 into 啦，唔是 to 吼。啊，我用这个故事来分别这两个吼。
耶稣基督死过了后，啊有查某人三个吼，玛利亚啊去望伊，要去看耶稣的身躯，要甲包装，总是发现啊已经空空，很惊着，啊怎啊走转去甲彼得约翰讲，耶稣无去安尼，望空去吼，啊所以彼得甲约翰就紧张，啊路加咧写，甲约翰咧写，小可无同吼，而且这个是路加写，这个是约翰写吼，路加写讲彼得起来。走到望头前，仰头内底看，看抹布伫这个所在就转去，这是路加写。所以彼得有入去望内底无？无，伊走到门口，一个看，爱就转去啊。所以这是走到位那定对无？约翰不是安尼写，约翰是写讲彼得最后到入望内底，看见抹布。所以这个是入去，这个是到位，安尼讲对无？因用的介系词无同款吼，啊，这个跑道走到位是确定尔，啊，这是已经入去啊，不是确定尔，已经入去内底啊吼。这个跑道就是会比吼，就是到位尔，就是碰到为止啦吼，碰到尔。啊，这个入去这是 EIS 吼 ，EIS 是 into， 所以一个是到，一个是入，这就无相。啊，咱的这里无得带阮入去试，这里哩吼，这个咱的和合本啊，国语啦吼，北京话讲，唔好互咱拄着，就是这个碰着啦。啊，咱的台语本是讲，唔好带阮入去试，有无？是入去啦。所以我讲罗马尼的台语版的直接翻了比啊和合本的中文版的较歪，本来希腊文的意思，因为希腊文是用 ice， 唔是用 a b， 吼，希腊文是。Ice Piranon 所以是入去。所以我过来讲，咱不是甲上帝祈祷讲，唔好我碰着气弹，是讲若我碰着气弹，保护我，唔好我落落去内底，我会赢过，我袂跌倒，唔好落入去就好啊，吼，唔是讲唔好拄着哦，吼，这是遭遇，这是陷入，啊，所以我若要甲解翻的，唔好保护我，唔免让我陷入去去，唔是。拄到气，不要陷入，莫陷入吼。气场普通有三步啦吼。好啊，所拄到的气场是一粒水果吼，看见好做食物，佫好看，佫通意爱，互人有智慧，就慢来食，煞互伊红菜食。所以才有三个动作，第一个动作是看见，就是咱的。sense 吼，有接触到，你无看到无代志啊嘛吼，你看到。第二个动作就是爱，来我们讲瘾吼，看了足爱足爱吼，这是 desire。你看到你若无欲望嘛无代志，你根本都无孝行为都无代。看到总是你有爱，啊，即马就问题来啊。你若讲这无应该提，啊，你爱变啦，你挡会掉未？那挡未掉，啊，就第三，甲慢，啊，就甲加落去，啊，顺手会当加。所以这是动作，这是犯罪啊！吼，这是行动。所以试探碰到试探，可能有感觉，阿蛮瘾，到这也无要紧。总是二加三，这是足大的动作。你若甲动作落去，啊，你就是入去啊，你就陷入啊。所以不是讲咱唔好去看到，而是唔好爱迄个物件，迄是咱内底上着犯的物件。总是你迄阵你敢起会掉，你我都判断，无入去，啊，你就无爱死吼，你敢爱个呢吼。总是你若从来有动作的时，你无应该做的代志，安尼你就是陷入去迄个气场内底。阿甘，你去阿甘未？阿甘就是迄个约书亚因要去攻城的时吼，啊伊共提一寡物件有无吼？啊，结果去向上帝甲发现着吼。阿甘犯罪，伊的过程嘛是同款。伊讲我伫所抢的财物，看见也水洗那衫，有两百石刻的银啊，搁一条金啊。五十下克的，我爱我贪，咱这物件，我就提，啊就擦，啊尾啊就去用发现。所以阿甘伊会跌倒，伊嘛是三步吼。第一个是看见，就是有感官；第二个是贪爱欲望；第三就是犯罪啊。伊甲提、甲擦、甲送你地啦。伊的擦代表伊嘛知影这唔对，安尼讲对无？你提起你就大四方都甲清了就好啊，你哪就爱擦？所以他心裡是有一個標準，總是他那個貪贏過他那個標準，他怎樣呢？做自己知道不應該做的事，所以他就要有這個藏在地裡才有這個動作，對不對？台幣都是不是一樣？
夏娃、阿甘、大鼻，所拄到的试探拢同款，就是安那看见，看人洗身躯真水，对无？啊，就验验就讲，问看电话几番，对无？哦，我想是讲问看电话还是 email 嘛吼、哦？啊，你若问解嘛无要紧，你若卖动作过来咧，敢敲电话叫人来，甲人发生性关系，啊，这就是，这就唔对，你知影人有翁，唔是唔知，啊，伊爱。到遐就是欲望，吼欲望，吼你有欲望，迄是无要紧，总是袂使有动作啊。所以入，我感觉入含入是甲动作出来的是，你就已经摔落去吼。有欲望，爱就人叫来，甲人同房，啊，这我想这是动作。所以咱的祈祷唔是讲，唔好，互我青梅兼臭味人爱上好啦吼。啊，你拢唔知嘛？讲上帝啊，你话我几多家种青梅，啊人偌水我嘛拢看无吼，啊佮臭味人哦，你声偌水我嘛听无吼。阿伯嘛无感觉吼，阿都拢无试探嘛，吼、哦，咱毋是安尼祈祷嘛吼、哦。你无我拄着，阿、啊、就是甲只个知觉拢提掉，毋是啦。讲上帝啊，感谢你，让我有五官吼，会、哦、当看足侪物件。啊，总是感谢你，让我有欲望，这嘛是你让我物件，总是帮助我。当我碰到安尼个时，我要有一个判断，无应该个物件，我会感激，会讲安尼袂当做，吼、哦，毋是讲看会到个，我爱啊，我就做，毋是安尼。所以毋好让我陷入去。唔是唔好，我卡掉卡掉钱吼，所以我相信这个第三是一个重要的所在。诶，啊，咱伫倒一方面会拄到试探，有三个部分吼。啊，这是约翰和咱的一个小小的间隔。约翰哪里讲？讲世上的代志，肉体的情欲、眼目的情欲、今生的骄傲，伊只讲三种。伊讲这唔是对上帝来吼，对别来，是对世界来。所以第一个是肉体的情欲 ，the desire of the flesh， 肉体的情欲，我甲翻作生理的刺激。那较简单讲哦，腹肚枵，想要食物件，迄就是咱的身躯就是枵嘛。哦，你一个成熟的人，看到异性都会有性的需要，这两个人讲食色性也，你捌听这句话？食色性也吼，这就是身躯上个甲咱做这个人，就是有这个欲望嘛，有这个需要，啊，这就是。生理啦，生理的吼、哦。第二，目睭，目睭的情欲，目睭的情欲比生理的情欲搁较惊人，因为啊，腹肚食会饱，啊，目睭食袂饱，你捌听这句话无？听这句话叫做“嘴饱目睭枵”，吼、哦。生理的欲望吼，无偌久，你讲食三碗公啊，就饱嘛，你偌好食对无吼？总是嘴看到物啊，搁想要食，你知无？所以罗马人就去恶吐吐的，就是安尼，目睭看到迄个瘾吼。比腹肚的枵搁较厉害，所以这是心理的内心的物件。所以这个目睭，我讲这是心理的刺激。第三骄傲，这个这只猫啊吼，咖啡猫吼，伊讲我唔是拢对，总是我唔捌唔对啦吼。你来伊个意思吗？I'm not always right, but I never wrong。迄个骄傲嘛吼，袂晓家己反省家己吼，骄傲是属于灵命的问题。上帝的面前不要谦卑吼，所以你看，咱有身心灵啦吼，身躯的需要、心理的需要，啊，搁咱的灵的需要，拢有可能魔鬼会利用这三个，甲你引诱，互你跋倒吼。后我所拄到的试探，嘛是这三方面，你来甲看吼。伊讲好做食物，所以这会当食，对不？搁看了搁真好看，这是目睭。啊，各互人有智慧，这是呢，人就会讲哦，我巧，我拢袂唔对，吼、哦。所以夏娃跋倒，三个拢受试探。哎，耶稣基督伫约旦河受洗礼了后，上帝伊阿个讲，你是我所拣选，正是降临的主。对了，都是我听人关心，最想听的是耶稣的，我最想见。
好的功课，安那咱才袂跋落去市场内底。第一个，爱会经市场就是国生意，你安尼熟练真好个，毋是熟练真歹个。如何魔鬼对你愈有注意啊？我咧准备这篇讲是甲你个圣经话讲，耶稣看鬼嘛吼，啊耶稣人咧个点是讲吼，动事伫厝，啊伊个物件拢伫因兜摆甲好势好势，拢真平安。请注意哈，总是有人要来个抢的时，伊就无平安吼。伊讲耶稣基督来世间，就是要甲迄个魔鬼要抢灵魂，要抢咱嘛吼。伊讲种树，青草好势，伊个物件伫厝拢真平安。啊有一个牧师就讲吼，讲遐个物件已经拢伫是魔鬼因兜摆好势吼，魔鬼袂过去加人啦。你知意思？因为遐物件拢伫因兜啊嘛，伊要抢的是伫外口的物件。如果黑道的已經東西拿到他們家，他就不會說我要怎麼拿這個東西，這個東西已經在我這裡嘛。換句話說，你如果說我這世人做基督徒都不會受到市場感謝主，有可能你是住在魔鬼的家，你知道嗎？不知道你知道我的意思嗎？你如果已經完全上魔鬼，魔鬼就這樣就好了，這樣就好了，他不會去跟你拿嘛。總是你如果是屬上帝的事，魔鬼就是一日到晚想要去跟你扭看你的外道，然後扭去他那嘛。所以你若真正拢无受到市场，你爱烦恼，你唔想欢喜哦。讲感谢主，吼、哦，做基督徒真好做，拢真轻松哦。拢今日你是魔鬼啊，吼、哦，这是一个牧师伫遐咧解说啦，吼、哦。所以你看哦，耶稣基督约翰洗礼，圣灵是真正啊，上帝伫基督内讲了，马上实现。所以伫个高峰哦，咱个属灵个高峰了后，要注意，因为你开始要为上帝祷告热心的时，魔鬼对你上有注意啊。因为讲你一个吼，看下讲迄十个袂叮当的对无？所以你若伫教会开始要热心吼，讲我要来参加小组，我要来参加什么事工，有可能你爱陪伴吼，爱陪病友安吼。甲耶稣讲话，开始想要做什么的事，魔鬼对你有注意，因为讲这较有效。所以，圣灵来降临，上帝来讲话，讲我听，哎，发达起来。保罗当伊受到足大的启示了后，因为今日骄傲，伊讲有一支魔鬼有甲攻击，有无？所以是伫足大个因领受了后，有可能撒旦伫迄个时阵看你个跋倒。所以参加灵修会了，迄阵啊上危险，安尼知影吼？第二，他拄仔咧讲讲忝个时，软正个时，迄阵啊可能咱就较无气力，抵抗遮个气场吼。软弱个时吼，吼还是讲灵性上好个时。第二肉体软正的时候，你看耶稣基督受试探是安那？第一个大到旷野，我跟你讲吼，你若边啊拢是基督徒咧扎根吼，你较袂犯罪啦。你若遐拢等于了，存你家己一个地下，你看开电脑可能就乌人看。安尼讲对无？孤单容易犯罪，就迄个 accountability 无起。家己孤单一个时，你两个受得了，所以。孔子讲啥？君子足细致，伊家己一个字；君子慎乎独啊！哦，家己一个字是魔鬼上注意的字，因为你家己顾袂了，边啊无人咧甲你看嘛。哦，不管你的身份是啥物，可能就跋倒。第二，伊甲魔鬼同阿咧木屋四十天了吼，就艰苦，忝。第三，枵。咱有偌济先生吼，啊，巴肚枵的是袂囡仔。没看几摆，食饱饱就要困下来眠对无吼？枵、哦、的是足奇怪哦，枵的是你的迄个阿椎那里吼，迄个肾上腺分泌吼，小可代志尔好，气不困下来吼，所以普通时啊，太太较高就叫拢互你食饱饱，啊就拢困拢平安吼、哦，较无这个受气的气场吼，啊无又足容易出代志啦，是咪啊？枵啦吼，所以孤单、野生、枵饿，这就是软正的事。真容易气场过来吼。耶稣甲伊三个学生讲，讲恁着爱敬献祈祷，无会袂袂歇，因为恁心灵原因拢是肉体软弱。过来，当魔鬼甲你试探的时，伊会甲你变圣经，啊看你要安那。伊讲圣经讲安尼哦，啊你圣经若无识个，你着牵咧走啊吼。人伊嘛引圣经咧，用圣经讲。主要为着你欢呼，耶稣叫保护你，用手托着你，免得你的脚碰。这是四篇九十一篇。啊，不过咧，伫迄个九十一篇内底，拢无讲着讲你
用在无同款的场合，按明言而后，讲上帝要保护，所以无论你安那胡乱来，上帝一定要甲你保护。这是伊滥用圣经哦。圣经的应用一个足大的问题，就是叫做 out of context。你无管伊迄个处境，你就甲迄段提出来。啊，然后你即卖处境无同，你就是硬甲载落去。啊，这是魔鬼嘛，真好用。所以魔神讲，啊，若有圣经话，就拢对，无一定。大嘛用圣上帝话。上帝敢不是讲唔准恁食，都是一个小瓜扭曲。上帝讲唔准食，都是唔是特种，是讲一种。所以用圣经小瓜甲辨认，也是应用唔对，这嘛是咱足含的。我知影足侪即个，比如讲，也好我见证会啦吼，即个其他的教派，若要做基督徒，拢当做基督徒，拢甲你讲圣经。啊，你有用无？我甲你去求圣经。啊，你要作生意哦！你圣经若无作生哦，你哦看你敢唔知影为着去哦吼？上帝话咱若无清楚的是，另外一个人用圣经，你是基督徒嘛？你相信圣经嘛？用圣经甲你讲，你就叫各位就行吼。所以咱家己就爱，咱教会讲个人，你家己读圣经爱拍拼吼，就是讲家己较用，较袂互人凊彩用旧圣经的话，你就对人。过来就是，唔好我靠家己。爱单单来挖苦上帝吼，耶稣基督第一个试探是安尼吼，伊巴肚枵，啊上帝不是伫洗礼就讲你是我的子吼，所以我互你，你要创什么代志我拢互你会当做。啊魔鬼啊讲，你即马是上帝的子，你巴肚枵，啊你就甲变做面包，啊就解决你枵的问题嘛吼。所以面对一个问题，咱就要先用上帝给我的困难来做，不是讲我来问上帝讲上帝啊，这个问题要安那较好。比较无才调的人，较会挖苦上帝，因为伊都无才调嘛，伊拄着困难，唔代表啦，伊就祈祷啊吼。啊，较有才调人出来，先用家己的才调，啊，用到无补的时，啊，再来挖苦上帝，这是咱较用的。所以上帝予你有恩赐，予你会当解决问题的时，咱就慢慢啊挖苦家己，我就家己甲石头变做变，我家己解决问题就好啊。耶稣讲唔是，咱就爱挖苦上帝。你有才调，唔是无用，拢是无挖苦你的才调。耶稣讲，人挖唔是干呐，爱挖靠啥物，就爱挖靠上帝，对咱一切。箴言三篇五十六节，专心仰赖耶和华，唔通挖靠家己的聪明。聪明爱用，唔好靠，因为咱的聪明佫较牛，嘛是无完全啦。所以咱一面用，一面爱谦卑，挖靠咱的聪明，这是第一个。第二个试探，就是魔鬼甲讲吼，这天国。这地面上万国的这些官，这些荣华富贵拢在我家。你若把我拍一个头，我总给你。所以伫这是要提官哦，官兵荣华我拢给你，这拢是交付我。你若把我败一个，就拢给你哦。啊，耶稣知影讲不是安尼，因为咱来地面上，不是要落官，不是要无计手段落官哦，甚至甲魔鬼作孽嘛无要紧，只要落着官就好。这是咱第二个问题。耶稣讲唔是，我就爱知影爱服侍上帝，唔是要乐观啊来左右别人吼。菲律宾书安尼讲，讲无掠家己甲上帝同等来强夺，拼抗家己，用罗卜的形象，卑微顺服，这就是界定。所以用谦卑顺服来看下这个乐观。伊教会常常出问题，就是教会的领导者拢要乐观，大家抢。啊，最近我听到美国一个教会就是长老要甲牧师抢权吼，讲是牧师较大，长老较大吼，要抢权，代志就会出来。啊，大家讲咱来教会做牧师也好，做长老，咱是要服侍嘛，吼，要服侍教会，要服侍上帝，啊，就较无问题。这是第二个试探。第三个试探，魔鬼怎啊甲耶稣抱起哩圣殿的上顶头家，讲跳落去，啊，上帝就会较紧的紧派天使来甲你顾好，袂让你跌倒。试探上帝，啊，事实上，啊，有人讲，迄个时阵，耶路撒冷是足济即个啊朝圣者吼，来咧朝拜的时阵，啊，所以耶稣啊，迄个时阵底下跳落去，啊，佫无弄着吼，哦，所有的人拢来拜伊啊，因为这足明显嘛吼，啊，我古话讲，伊都唔免去用吊起去，伊比爱全世界的人来地跳落去，比吊起去较简单，较袂艰苦嘛，啊，佫上帝佮保护了。
听都知影，伊若跳落去，大家拢来跟，安尼伊就无精神力，咱就无欲望，因咱的罪主要以替咱死，迄条路是较艰苦，都是魔鬼要甲伊讲，迄条路伤忝，我甲你报一条较简单的路，较容易，代价免遐大，啊嘛达到目的，规个拢一定来第二个啊，哦，耶稣了解毋是安尼，有当啊要行上帝的道路，是爱怀付代价，毋是讨便宜啦吼。所以耶稣讲，唔通试探上帝。耶稣捌甲学生讲，我敢无在条叫上帝啊？你妈妈上提十年来，你知？总是那安尼，世间人变啊，变啊。所以耶稣足了解上帝意思，是爱透过受苦来完成上帝今日的计划，一直无听无鬼的建议，用另外一个方法，较简单的方法，唔免受苦的方法。有三个东西让我们合到去市场里面，第一个是生姜果水的魔鬼，这个小可爱。第二个是可以让我们看到，可以让我们受影响的这个世界。第三个是我们自己内心的这个欲望。那个书第三章十五节这样说，这款的智慧不是从上头来，是属地，是属精欲，是属魔鬼。所以这三个东西魔鬼常常用世间的物件来引诱咱的欲望，咱就跌倒。所以这三个是互咱跌倒很厉害。拄到咱肉体需要的时，会记你耶稣基督完全依靠上帝来面对伊的问题，不是依靠家己。拄到世间的这些权的时，咱会记你，咱是要服侍，是要抢权。拄到魔鬼甲咱建议较简单的路的时，咱知影，咱欢喜顺服上帝。是安尼，主要说基督留予咱会当后患下无余。主要说基督，还是予咱会当瓜葛归咱，咱就袂含入去市场内底。咱安尼就，你欲上帝，你甲阮创造是一个有身躯、有阮的内心的需要，哦，阮灵命的需要是一个存在。魔鬼伫这三方面拢有爱甲阮。就是上帝，你知影，我若较赢过魔鬼的试探了后，这不是试探，这乃是一个试炼，啊，我会当更加成熟，会当啊，亲像金啊，经过磨练了后，更加顺。拄仔你帮助我，